又掉走了一只。你怎么掉我的钓竿啊？你为什么可以用手啊？怎么可以用手啊？你太讨厌了。我要用人家的身体。我要钓鱼，你不可以用手。哎呀，我这样钓。老爷爷鱼。我。耶。那这样掉，耶！不是掉这里，不是掉这，耶！我掉到，掉到屁股了。我要钓到一个了，你的这个屁股鱼，看你怎么钓。谁不用跑？耶，我钓到了！你的这个屁股鱼，好了，最后一个，是我先。啊！你怎么跳下去？笑死人了！钓完